这个，你来看妈妈。耶！还没，回家吃的，这样子。怎么被他拿那个热狗逼下来？这么多的汉堡。谁的肚子饿了啊？哎呦，这个桌子都在飘移。这里一二三。嗯，吴心意，你有给他折好吗？没有哦。那你等一下，妈妈过去教你怎么折吧。哦，这样。我们好了以后啊，我们在下盒子上面写上你的名字。哦。待会活动结束以后再带回家，哈。因为等一下还要上完结账的动作。妹妹。我写潮州一个妹妹。我都不写，我写啦。啊。妹妹。写杨妹妹就好了。要写自己的名字哦。好，你帮他写，这个帮他写。你帮我空空起来。哇，大家在写自己的名字。那吴心意，你要写自己的名字吗？对啊，排队等一下。哇，一人做一个汉堡。好，这是你的。啊，换你写的。你要写 Otoro。你用画画的。你把你的脸画上去。哦。好，我看你画，你要画三角形哦。画叉叉，叉叉。画一个英国国旗。哦。叉叉，看这里。好。一换这一只给你，这一只，嗯，打开，对。好，你再画一次。哦，好。哦，画一个气球哦。不咯，那个是。没有要干，这个是谁的？那这是姐姐的，等一下。妈妈。这姐姐签名。哦。两个来照相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姐姐画。好，换姐姐画。啊，你的番茄酱也要拿。好了，以后这个先放在桌上，还不要拿。哦，先放。